拿到了这个易游网的全台最美饭店的票选，我们拿到了台南市400年行销的影片的金奖第一。我们还开幕还不满一年，我们就拿到了环保旅馆同级旅馆的认证。我们的餐厅上个月刚拿到2000都拿到绿色餐厅，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动起来，我告诉我们的同仁是跑起来，因为台南值得我们这样的付出。台南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，我常讲旅馆一定不是只有提供住宿跟餐饮的地方，旅馆应该是面对未来的国际旅客行销的第一线的奖励。所以我们台南市到底有多好，我们要不遗余力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非常清楚的知道。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推展了在过年的时候请书法协会的郑理事长帮我们在大厅威海，那个外国客人看了那么漂亮的书法，很多人很愿意的带回去珍藏，排队排队特郑理事长的墨宝，他的墨宝是在台南市是非常有名的。那我们找了捐血协会血液基金会来大家晚秋捐血，那也承蒙周理事长的参与教育协会周理事长的协办，大概这一次的捐血是我看过台南市有史以来捐血奖品最丰富的，最丰富的有餐券，有划船的体验券，有我们的下午茶券，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一起踊跃的捐书，所以来关怀学习大家玩秀捐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那种种的过程我很开心，我要跟各位贵宾报告，我们即将要满一周年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就像我们董事长勉励的，这个只是开始，我们会继续努力跟各个部门、各个工协会、各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付出的这个部分，在台南的未来的400年的行销上面站到最前线，为这个城市多奉献一些力量。我要感谢各位今天百忙之中抽空前来，也感谢记者大哥愿意这么早一早来参与我们的盛会。那谢谢各位，谢谢。